我可装不下了。这个旁边那块另外来一个有点脏啊，这旁边有点脏，有点脏啊，你看那个。给你的靠杆全部都是油，靠杆上全部都是油啊！等一下。对准了，行吗？你要给它对准。现在开始滤油，两遍嘛，也是等一会儿嘛，我这样给它提升一点，把它拉住关掉。把它打开，打开这个，这没，这样打开，打开这个，再打开那个。
中间这个，中间这个，好的。关心不好，那放进来。看起来，你就是接近四两油就行了。这就是刚刚炸好了滤出来的菜籽油。过滤好的。